耶稣水够好，国清解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水解水解文水字，好朋友，今日咱来研究涉世贤文。古早台湾话伫咧读汉文，这本涉世贤文内底字句真好。唔只讲要研究台语，这本咱原来袂当走散，尤其内底真侪拢汉文音，内容真趣味哦。国清今日捡。跳出几句拢是讲宁可安怎样，宁可安怎样这种的话句。头一句咱来讲，宁可人负我，切莫我负人，就是讲吼，宁可做人，人来违背咱，人来亏欠咱，这无要紧。宁可安尼生，直咧发展，切莫讲咱来违背人，咱来亏欠人。为怎样安尼生在讲？因为人若亏欠咱，咱困得起啊；咱若亏欠咱，有时啊半暝，咱就难得安眠。啊，不过吼，三国时代是咧足出名，咱知影做错，已经走投无路，拄到老朋友路撇车，讲要甲收留，做错误会，人去后壁医院倒，原来是要甲我淘汰啦，结果规个口啊讲台死了了，当做错到甲半中途，撞到路撇车本人，伊讲哎呀，你若赶紧要走，啊，阮后生毋是咧台底，哦，无路无路，我都无用，真正爱走，一个小闪心尔，做错反头连路撇车都甲台死。结果身躯边一个看甲惊甲嘴啊开甲喊喊喊，做错讲宁可我负天下人，不可天下人负我。这正正就是奸雄的面貌。啊，过来第二句，咱来讲同款宁可的，讲宁可情义不足，不可侠义有义。就是讲咱做人呐，中得正正当当落去做，不足无要紧，赚无够通开，人害人未死，天害人一话啦。啊，人请人一支骨。天要请人肥足足，只要正派落去做，无定来讲练功机会，还是有，还是唔是无。啊，若讲侠里有义这款人，实在讲干干鬼鬼，动头壳用无做过，这袂久长。因为吼，心肝内所想万项都是干险的。讲正经要对伊好，伊嘛惊讲吼，无非你要甲我设计呢？侠里有义袂久长，这句话原因就是伫遮。过来，同款这个练口的涉世贤文内底，还佫第三句。讲叫做宁向得中处，莫向曲中求。就是讲，咱做人真正爱中德，中德有在调处，这你的本定。唔只讲，食就爱食人的欢喜酒，啊那赚就爱赚人的甘愿钱。得中处，勇敢落去争取，赚偌济得偌济，这咱唔免去操烦。不过有一款人，动头壳，你讲设计，弯弯翘翘，这个曲，当然咱文言讲读册音，讲叫做曲。啊，那白话就是弯弯翘翘，向曲中求，行迄个弯路的，实在讲，这绝对袂久长。啊，这毋是今日才有的经历哦。过去台湾人咧读汉文、涉世贤文，在咧甲咱教，毋只国清今日捡这三句出来，意思拢真好。毋若讲研究台湾话，另外一个作用，咱也是要生意来劝说，劝人讲做人真正都要中德，宁向得中处，莫向曲中求啦。